5月27日，包贝尔、包文婧夫妇带着女儿饺子、包可爱一家三口现身机场。只见包贝尔戴着墨镜，身穿白色 T 恤，显得潮范儿十足；而包文婧则把墨镜挂在胸口，身着蓝色修身背带裤，好身材尽显无疑。在照片中，饺子、包可爱顶着蘑菇头，皱八字眉，表情萌爆。他还被爸爸和妈妈轮流搂在怀里，十分幸福。照片中还可以看到包贝尔在用护照逗饺子，饺子顿时笑逐颜开。据悉，包贝尔女儿饺子包可爱在2015年3月30日出生，